发现生日快乐，希望你可以赶快交女朋友。嗨，立宪生日快乐！我蛮幸运的是，阿明在工作上认识到你。那虽然我一开始对你有诸多的抱怨，但后来真的是觉得一样了。就上那部影片那一句话，对你，我的感想只有一句：你真的是全世界我最信任的一个男生了吧？祝你生日快乐！我们继续加油吧 ，partner。哎，先生，请你可以帮我跟这位先生说生日快乐吗？生日快乐。嗨，阿宪，追逐梦想的道路上是很辛苦的，所以赶快找个人陪吧。哦，对了，来告诉你这生日快乐。生日快到了，干！哎呦，阿宪，你是要挑战我对不对？哦，绝对不可能出现你说的这种垃圾，哦，你给我拭目以待，一定让你大傻眼，接受你的挑战。この番組は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す。没有错，所以我们准备一幅超级大壁画，阿宪接招吧！你怎么在这里？我来上厕所。不是啦，我要准备阿宪这个东西啊，对不对？他这么傲娇，又这么的想要挑战，希望我挑战他，对不对？因为听说这边有一群人好像没饭吃。因为 A 叉接受了阿宪的挑战，所以我们就来助他一臂之力。这样，我其实是来吃汤圆的。他应该蛮开心的。我不想回答这个问题，我觉得他会被我竟然有帮忙吓一跳。你觉得他会被这个惊喜吓一跳吗？我觉得会，然后他会假装他没被吓到，绝对会被吓一跳。我觉得他内心应该看到会吓一跳，心中很波澜，但是面无表情。大家最后一定会说：“你们怎么这么贴心啊？”之类的。他是一个会在他要生日前就花半年时间威胁你：“我生日记得要送好的哦，不能乱送哦，要不然你就知道哦”的人。
然后他没有送我生日礼物。你为什么这么尴尬？因为我就是跟阿宪一样尴尬。好，我们问一下导演，你觉得阿宪是会怎样的人？比大家都有钱的人。你觉得阿宪是会怎样的人？我觉得用讲的有点不清楚，可以用唱的。请。你是击败人，又被击败了。你觉得阿宪是会怎样的人？好，就是。一个傲娇傲娇鸡巴鸡巴的人，有点鸡巴的人。你觉得阿宪是个怎样的鸡巴？阿宪这鸡巴了，就是一个缺女朋友的鸡巴人。虽然你们都说他是个鸡巴人，但是因为他对我实在没有很鸡巴，所以我说不出口。我只能说他就是一个好人。阿宪，你到底什么时候在办禅仪啊？对阿宪说一句话，不要打手枪。期待那天的来临。还有更多来自各地的生日祝福。阿宪生日快乐！什么时候这么扮女装啊？生日快乐！耶、yeah! 欸！哎，阿宪，阿丘巴，先用左手、哦。好了，开玩笑了，生日快乐啊！泰拳哥，生日快乐啊！阿宪生日快乐。坎边生日快乐，现在单身中。你不帅，可是你很有钱。人生短短几个秋，抖个老婆好过年。阿宪，认识你们一年了，要继续加油哦！祝你生日快乐。接下来让我们看看大家准备惊喜的过程。2,000 years later. 我死不掉，你快杀他！没事没事。哎呀，我死掉！你很无聊，你真的很无聊。生日快乐！生日快乐！他今天是狗屁节。那请问一下，这个要怎么带回家？原本这个东西是要直接放在公司帮你庆生的，你知道吗？荒谬！没有，这他的这个表情看不出来开心还是难过。好爽的。我其实有，我知道那个是一个秧子。你知道为什么没有三点水？因为它缺水。不是，因为水在里面。你们让我很 confused。这边我们还有加一个特殊的功能。对。还有什么？看一下。
你去查一下。不要太这样。金城的金班是班，就是班吉拉的班。没有，他长过来他都没长大。好脏哦，真的。这个样子你都会停掉吗？那我们要现在先回公司。所以真的没有吃饭，多少钱？没有吃饭，没有饭吃，我也没有披萨吃。我真心是以为今天要吃一个很高级的料理，所以我才觉得说穿的比较正常一点。正常？你是说像这样？还有这样吗？开心吗？开心啊，开心。开心吗？我当然很开心。那你给我一个很开心的开心。东西放一下。其实我很开心啊，就是。但是我就是一个很理性的人，大家都知道，就是我比较不会把开心放在脸上。总之，我们忙了这么久，就是要让你爽一下。现在爽了没？鬼畜东西。欢迎刷友，白老，我打麻将。没有错，所以我们准备了衣服。我敢吃了。阿宪是个什么样的人？全部一模模一样样。是啊，就是他这个鸡掰人。鸡掰人自肥。我能不能剪进去啊？这位阿姐，你如果以为我不会剪进来，就太天真了。哦，阿宪会怎么样的人？我的恩人。坏笑。就你跟别人不一样，完全不一样。可以啦，没事。这是声响。对，阿宪，还有一件事情，你的拉链没有拉。台语吗？闽南语很差，超差。没有错，各位观众，我是杀蛇高手，赖！人说天，南宫天母出立线，立线，立线不到上，买造反，打错字，嘴粉丝。请央央给我打圈圈。今天来看粉丝在吐水，水输了就来杀。啊！杀！